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快。今天是2020年的4月9号，星期四，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和小雪。今天全省气温有所回升，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5到12度之间，最低温在-4到-1度之间。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温12度，最低温-1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4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辽源市调研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对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形成攻势，充分调动东辽河沿岸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群众和全省各方面力量，迅速发起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总攻行动，坚决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直接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还东辽河一片碧水清波。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出席会议并讲话。巴音朝鲁高度重视东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情况。在仙人河黑臭水体治理、辽源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扩建项目和雨污分流改造项目现场，巴音朝鲁详细了解项目进展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按照高质量、高标准要求，继续推进截污、治污、控污等重点工作，抓好重大治理项目建设，从源头上促进东辽河河水长清。在东辽县德中村缓冲带项目现场，巴音朝鲁对当地在两岸种植经济树种、建设水源涵养林和绿地景观带、有效改善水质的做法表示赞赏，希望继续加大退耕还林、还湿、还草力度，抓好河流沿岸生态修复，全面提高水资源保护水平。巴音朝鲁还来到东辽河河清断面，查看沿岸生态系统恢复情况，看到附近村民正在河岸上植树造林，巴音朝鲁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一边植树，一边和村民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真正在让生态环境美起来的同时，让老百姓的日子富起来。调研中，巴音朝鲁主持召开东辽河流域治理专题会，听取辽源市、四平市、公主岭市和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两年多来，东辽河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起治辽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坚持系统思维，抓住治理关键，持续加大投入，不断完善机制，推动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效。当前这项工作已经到了最较劲的时候，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定要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壮士断腕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儿，发起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总攻行动，坚决完成好这项重大政治任务。巴音朝鲁强调，东辽河流域污染治理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必须突出重点，乘胜追击，奋力夺取这场硬仗的全面胜利。要全力推进督查整改，继续加大落实力度，注重标本兼治，不断巩固和扩大整改成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继续采取鱼刺图方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资金等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确保如期竣工、尽早运营。全力推进重点任务，进一步压实责任，进行集中攻坚，尽快把时序进度抢回来，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全力推进水质管控，深入开展10大专项行动，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管理，确保流域水质持续稳定改善。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综合治理，有机统筹水里和岸上、上游和下游、源头和末端、生态与发展，提高各项工作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坚持从根本上解决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要坚持从解决问题入手，靠制度建设保障，建立健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长效监管机制、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和环境治理项目投资运行机制，着力提升常态化监管能力，
信息化治水能力和多元化共治能力。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落实责任，严肃纪律，较真碰硬，把任务抓得更紧，把措施定得更细，把工作做得更实，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景俊还指出，推进东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我们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持之以恒推进铁腕治水，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取得全局性变化。要持之以恒推进源头净水，坚持标本兼治，谋项目、落项目、建项目。要持之以恒推进生态风水，加快建设大水网，加强水源地构建与保护，拦水成库、围堰成湖，打通生态水系。要持之以恒推进河长保水，压实领导责任、河长责任、督察责任，科学保护开发，既形成生态闭环，又形成价值和产业闭环。胡家福、韩福春、王志厚分别参加相关活动。4月7号，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辽源市调研项目建设、复工复产复试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让企业转起来，使人员动起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重组后焕发出蓬勃生机，去年销售收入13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更是实现连续7年高速增长。巴音朝鲁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负责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在得知企业拟投资10亿元新上轻量化生产线项目时，巴音朝鲁十分高兴。他希望企业抓住改制重组的新机遇，进一步加快自身发展，努力拓展海外市场，有效应对国际疫情扩散蔓延的冲击，全面提高出口创汇水平。吉林省成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精密汽车模具铸件智能制造项目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东北振兴项目。循着机器轰鸣声，巴音朝鲁依次查看产品生产流程，认真听取企业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相关情况介绍。他叮嘱企业密切跟踪国际疫情发展对汽车市场带来的影响，全力巩固现有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快智能化改造步伐，着力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关部门要主动服务，加强资金等要素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更好发展。在辽源汽车商贸物流特色小镇，巴音朝鲁实地查看项目总体规划，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对项目拓展城市空间、推进产业融合的做法给予肯定，希望特色小镇强化服务管理，完善功能设施，努力建设成为产城融合的样板。在吉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巴音朝鲁详细了解企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情况。他希望企业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开发更多新产品，拓展更大发展空间。巴音朝鲁十分关注商贸服务业和餐饮业等复试营业情况。夜幕降临后，他随机来到几家店铺，深入了解疫情影响和开业经营等情况，希望商家抓好疫情防控，创新经营方式，为创造自己美好生活而继续打拼。调研中，巴音朝鲁主持召开会议，专门听取辽源市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辽源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指出，辽源是我省重要工业城市和中南部区域中心城市，肩负着打造吉林中部创新转型核心区重要支点的重大责任。要在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先人一步，先人一招，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让企业转起来，使人员动起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巴音朝鲁强调，要突出企业达产达效，持续加大复工复产复试推进力度，保证企业有产出有效益。要加快项目建设，抓紧谋划推动，创造开工条件，尽可能多地形成实务工作量。要提振消费信心，落实好鼓励汽车等大宗产品消费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升级。要抓好农业生产，做好农资供应、农机检修、科技服务方面准备，确保不误农时，为夺取粮食丰收打好基础。巴音朝鲁强调，辽源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继续推进改革创新，立足实际，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培育更多市场主体，推动企业集群发展，下功夫打造活力辽源。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要坚持综合施策，抓好环境保护，突出推进治污项目建设，严格流域水质管控，持续加强系统修复治理，确保东辽河治理实现阶段性目标。要全力推进脱贫攻坚，严格落实精准要求，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标准，认真抓好问题整改，建立长效机制，确保脱贫质量绝不能有任何瑕疵，留下半点遗憾。要抓好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保持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努力营造担当实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辽源振兴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胡家福参加调研。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曲宁海到四平市梨树县参加义务植树活动，并就东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备春耕生产、森林防火、秸秆综合利用等工作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保护生态环境，持之以恒开展国土绿化，共同建设绿美吉林幸福家园，让吉林大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扎实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备耕春耕任务，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四月的吉林，春意方兴，草木萌发，山林田野中生机勃勃。景俊海来到东辽河蔡家大桥植树点，同当地干部群众300多人一起挥锹铲土、树苗培土、围堰浇水。他一边植树，一边与干部群众交流。他说，植树造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今天我们既是履行法定义务，又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要发扬爱绿、植绿、护绿优良传统，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迅速掀起植树造林、保护森林热潮，让绿色成为吉林的底色。要坚持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科学种植、依法保护，提高森林质量，完善生态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植树期间，景俊海走到东辽河岸边，俯身查看水质改善情况，对四平东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发挥好绿植保护带、净化带作用，持续推进生态调水补水，形成清水绿岸生态体系，提高东辽河生态修复能力。在蔡家镇备春耕生产现场，景俊海步入田间，了解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情况。他指出，春耕在即，要在做好农村疫情防控基础上，合理安排不施农时，推广梨树模式、保护性耕作等新技术、新模式，科学管理耕种全过程，搞好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治，全力实现稳产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大顶山春季森林防火检查站，他强调，森林防火关键在防，要提高警惕，严密防范，配齐先进实用装备，坚决杜绝火源进山入林，坚持森林低洼地蓄水与河流湖泊取水相结合，确保消防就近取水有备无患。景俊海到瑞源农业科技公司查看秸秆和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要求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坚持项目化、企业化方向，确保持续运转，形成闭环，为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厕所革命、发展规模化养殖创造良好条件。韩福春、王志厚等参加活动。科学防控，坚定信心，就是抗击疫情最好的疫苗。在圆满完成医疗救治任务后，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最后一批反击队员昨天抵达长白山机场。现在是4月8号的14:06，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架载有134名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反击队员的南航包机已经平稳降落在长白山机场。至此，我省1222名支援湖北人员已经全部安全回家。长白山机场虽然飘着雪花，但丝毫不影响人们迎接英雄凯旋的热情。机场打出3道水门，以最高礼仪为英雄们接风洗尘。伴随着社会各界群众热烈的欢呼声和激昂雄壮的歌曲歌唱祖国，医疗队领队手持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队旗走下舷梯，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手中挥舞的国旗分外鲜艳。这134名医疗队员全部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在欢迎仪式上，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石玉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医疗队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在疫情肆虐、湖北告急的关键时刻冲锋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为保卫湖北、保卫武汉、为稳固全国疫情防控大局立下了赫赫战功。医疗队员们是最美的逆行者，是真正的战士、勇士，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吉林省支援湖北第七批反击医疗队领队、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吕国岳代表全体队员介绍情况。他说，作为留守武汉的八个国家级重症医疗队之一，作为吉林省唯一坚守到最后的支援武汉医疗队，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134人圆满完成重症救治任务，实现了队员零感染、安全零事故的目标，平安凯旋。在这样的一个救治工作当中，无论我们从重患的救治方面，从降低医务人员感染方面，在临床一线的火线发明方面，在党建工作方面，方方面面都充分展示了我们吉林卫生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祖国和人民给予我们无上的荣光，这一点让我们很骄傲、很自豪，一定会化作以后前进的动力。武汉宣布解封了，我们是坚守到最后的一批队伍，我们完成了任务。回来的路上，我们经过鹦鹉洲大桥，看到这个人流比以前更加多了。134名队员当中，有特别多的队员都是90后，他们聚在一起是一团火。到了武汉，他们在各自的医院、各自的岗位上散作满天星。现在是27号来的武汉，但是在1月27号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支援了发热门诊，从那以后呢，就再也没有见到孩子。我非常非常想他，也希望呢，这次回去之后呢，能领他一起出去玩。最主要还是想儿子，我儿子6岁，我陪他的时间最少了，所以这次要是回去的话，能多多陪陪他。休整完之后，我们会继续把这种工作的热情带到我们正常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诊疗工作当中，然后发挥我们的萤火之光，尽我们自己的绵薄之力。在欢迎仪式结束后，134名队员乘坐红旗轿车，在引导车和骑警的护卫下，驶向集中休整点。昨天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标志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也标志着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武汉战役中的铭记时刻，吉林省最后一批坚守武汉一线的重症救治医疗队，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134人临行前，武汉当地的医疗人员和市民纷纷赶到驻地酒店，向这些最美白衣天使表达崇高敬意，祝福他们平安凯旋。代表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代表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向我们吉大医院医疗队的全体队员表示衷心的感谢。4月8号，武汉解除封城啊，解除离汉通道的日子，你们各位英雄即将胜利返程，载誉而归，风雨同行，携手相牵。我代表同济医院和中法新城院区，感谢你们，向你们致敬。我们同武汉人民同呼吸、共战斗、唾沫为念，这段记忆悲伤又弥足珍贵，我将永远铭记心中。湖北加油！中国必胜！中国必胜！真的，我感谢你们对武汉人民的付出，谢谢你们，真的，我太激动了。你们都啊，自己的小家，我都丢了，我管上不过来，还有谢谢，我内心的感谢你们，谢谢。太感谢你们了，太感谢，再见，太感谢你们了，谢谢，谢谢，一路平安啊。
顺利，来年再来看望我们，常回家看看，一定来，常回家看看武汉的美食，家的味道。昨天，武汉人民以最高礼遇、最深敬意欢送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挥手告别，情谊永恒。滚滚长江水，巍巍黄鹤楼，记得你们，谢谢你们为武汉拼过命，吉林、湖北一家亲。至此，我省13批1222名支援湖北人员，一个不少，全部回家。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武汉人民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好好坚强，嘎嘎实在，招人稀罕。中国这次疫情让我们见到了中国力量，以后中国会更加强大。感谢吉林向民致敬，感谢吉林向民致敬。我们舍不得你们，有太多的感动和感恩，我们会永远把你们放在心里的。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我们亲爱的全体医护人员，能够再回到武汉，看一看这个重新焕发青春活力的城市，看一看热情好客的武汉人民，武汉永远欢迎你。不道别，忘早别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晚山。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作为国家级重症救治力量，是我省坚守到最后的支援湖北医疗队。他们用言出必行的决心与疫情展开了62天的生死较量，圆满完成救治任务。平安凯旋前，本台记者对他们进行了连线采访。驰援武汉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进驻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整建制接管 B 栋10楼东区重症监护病房。面对辽区患者年龄偏大、基础疾病多、病情较重的情况，医疗队仅用48小时就建起了战地 ICU， 开展了远程多学科会诊、智慧医疗、全程精细化管理、全面照顾和心理关怀，研发出多功能防护面屏等15项发明。3月29号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到达武汉的第50天，患者清零，医院封舱，他们再次转战武汉市肺科医院，整建制接管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我们
们称为说这是最后的新冠肺炎的一个顽固性堡垒吧，又重新规划了我们的工作，对每个病人呢都重新做了一个评估，更进一步的做了一些细化。因为战役到了最后，我们需要啃硬骨头，那么如何啃这个硬骨头，一定是要配备最精良的医护人员。作为我省救治危重症患者最多的队伍，这支由34名医生、100名护士组成的白衣战团，用行动书写大爱和忠诚。从1月24号首批吉林医务人员驰援武汉至今，战役已经经历了2个多月。吉林省共派出13批1222人支援湖北，其中包括1209名医务人员以及前线指挥部和媒体记者。如今樱花开了，湖北春天已至，吉林医疗队全部平安凯旋。再回首这些吉林英雄的历史画面，仍历历在目。和担当书写了患者清零、医护人员零感染、打胜仗的完美答卷。下面来看即时短评：春暖花开，英雄归来。昨天我们继续以最高礼遇迎接吉林省第7批也是最后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员平安凯旋。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却有挺身而出的勇士。从一队队无畏出征到一批批平安凯旋，70多天里，来自吉林的勇士指甲冲锋，逆行而上，与时间赛跑，与病毒奋争，用无畏的行动写下了一个个救治故事，创造一个个清零战绩。时间记录着他们抗疫的脚步，光阴定格住他们忙碌的身影。春暖花开，战士凯旋时，英雄吉林欢迎回家。科学防控，坚定信心，就是抗击疫情最好的疫苗。4月8号，16名长春肿瘤医院、长春骨伤医院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平安凯旋。这16名队员于3月9号奔赴湖北，在武汉市江岸区长城康复驿站负责核酸转阴和疑似病人的隔离观察、护理和康复管理工作。期间共收治照护患者264例，全体队员零感染。患者医疗过程零复发、零投诉。不舍得武汉那边的人民其实对我们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热情。还有就是武汉真的很漂亮。我们也希望等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还能回到武汉，再医保它的美丽。既把工作完成了，也同时把他们安全带回家了，这是我的最大心，心里很高兴，很踏实。
学防控，坚定信心就是抗击疫情最好的疫苗。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天气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区部分地方有雨夹雪和小雪。今天全省气温有所回升，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5到12度之间，最低温在-4到-1度之间。另外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吉林省森严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和吉林省气象局昨天下午15点37分继续联合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下午的15点，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火险气焰等级为3级，注意做好相关预防工作。4月7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截至4月7号24时，全省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例，均在院隔离治疗。上述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46人，均在指定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截至4月7号24时，全省连续44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4月7号0时至24时，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截至4月7号24时，全省累计报告4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其中2例已订正为确诊病例，剩余2例长春市正在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其密切接触者均在指定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再来关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消息。4月7号0至24时，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2例，其中59例为境外输入病例，3例为本土病例。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7例，其中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102例。当日全国新增死亡病例2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12例。截止到4月7号24时，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1802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042例。累计死亡病例3333例，累计治愈出院77279例。昨天零时起，武汉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根据通告，离汉人员凭湖北健康码绿码安全有序流动，也就是绿码的拥有者可以离开武汉，解除离汉通道管控，不等于解除防疫防控。社区疫情防控要求、防控标准不能降低。这个绿码是湖北全省统一的疫情防控健康码，用于人员返岗出行。除了绿码，还有黄码及红码。红码主要是针对确诊病例，如果治愈出院并经14天隔离期无复发症状，可转黄码；回家后再隔离14天，可以转为绿码。疑似发热和密接人群为黄码，隔离14天并经核酸检测阴性后可转绿码。除了前面几种，其余都是绿码。同时绿码需要3天不间断打卡，一旦中断也会变黄码。解除通道管控绝不是解除防疫，武汉公共场所的防控不能放松，社区防控更要严格，要常态化。目前武汉市各个小区采取4B管理措施，即身份必问、信息必录、体温必测、口罩必戴。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零新增不等于零风险，解封通道不等于解除防控，打开城门更不等于打开家门。我们将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的调整一些我们防控的策略，重点关注重点的企业、重点的单位、重点的部位和重点的人群目标，使我们的防控工作更加精准。4月8号0时起，国家民航局恢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国内客运航班。当日开始，我省恢复南航 CZ6651 海口至武汉至长春航班。国家卫健委7号晚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指出4月8号不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后的胜利日，要求针对关键环节和风险点强化防控措施，防范湖北以及全国疫情反弹逆转。会议强调，湖北省武汉市有关部门要落实部门单位个人各方责任，履行防控责任义务，严格4类人员集中管理，
按照防控方案，关于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判定标准和管理要求，保持现有政策措施的连续性，加强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引导公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继续全力做好患者救治。会议要求要精准施策，统筹抓好全国面上的防控工作，切实促进离汉离鄂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加强对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的发现报告管理，落实四早措施，坚持应急处置与常态化防控相结合，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加快恢复正常医疗秩序，各医疗机构要落实疫情防控有关措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医疗物资生产保障工作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介绍，截止到4月5号，我国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日产能达到150万件以上，医用 N95 口罩日产能超过340万只，医用隔离面罩眼罩日产能达到29万个，全自动红外测温仪日产能超过10000台，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日产能超过40万台，这些医疗物资已基本能够满足国内需求。随着海外疫情的加速蔓延，企业也正在尽力组织扩大出口。发布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陈克龙介绍，为支持全球抗击疫情，目前我国向海外供应的呼吸机达到近1.8万台。不过我国呼吸机产能有限，且受到国外认证周期长、零部件供应不足等问题，短期无法实现大规模增产。截止目前呢，累计向全国供应各类呼吸机近2.9万台，向国外的呼吸机供应应该是达到将近1.8万台，其中有创呼吸机呢达到4000多台。为了给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一方面我们积极推动国内企业加快生产，提升产能，帮助解决整机配套企业生产中出现的原料、用工等问题。近期呢，我们还专门协调6个省市的呼吸机生产配套企业，强化零部件的供应保障。另一方面呢，督促企业抓好质量管控，指导企业严格对照我国和出口国家的标准组织生产，保障产品质量。民政部日前出台意见，要求各地及时调整完善疫情防控策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恢复养老机构服务秩序。意见要求各地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力有序推动恢复养老机构服务秩序，优先安排老年人返院、刚需老年人入住和工作人员返岗复工。低风险地区养老机构接收本区域内老年人和工作人员的，可不再要求14天医学隔离观察，但要采取先预约再入住、加强健康和旅行信息排查等管理措施。中高风险地区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接收本区域内老年人和工作人员的，应经14天医学隔离观察和相关医学检查正常。点对点接收低风险地区老年人和工作人员的，可不要求14天医学隔离观察。老年人或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进入养老机构：15天内曾接触入境回国人员，与已确诊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有发热、咳嗽、流涕、腹泻等疑似症状，属于无症状感染者或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确需到养老机构探视到访的家属，应按照限定时间、限定人数、限定路线、限定区域等要求进行。科学防控，坚定信心，就是抗击疫情最好的疫苗。国际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扩散，美国累计确诊病例逼近40万例。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24小时新增死亡病例超过1800例，为疫情发生以来最多。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纽约州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39000例，死亡病例超过5400例。新泽西州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4000例，死亡病例超过1200例。这两个州的死亡病例占到全美死亡病例总数的一半以上。纽约州州长科莫7号称，从近几天的住院人数上看，纽约州的疫情已经到了平台期，这显示各类社交隔离举措已经起作用。他呼吁纽约民众保持耐心，继续遵守相关规定。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同一天表示，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但现在就说疫情拐点已经到来还为时尚早。另外，美国海军七号发布声明称，停靠在纽约的美国海军医疗舰安慰号上一名船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多人隔离。而就在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批准安慰号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此前，这艘拥有1000张床位的医疗舰仅收治非新冠肺炎患者。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洲的疫情防控情况。面对依旧严峻的防控形势，欧洲多国严格执行防控措施，限制人员聚集。西班牙财政大臣七号表示，西班牙政府将通过一项全新措施，允许西班牙国内的失业者和外来务工人员暂时从事农业领域的工作。目前，西班牙国内农业领域劳动力十分紧缺，政府已经向议会提出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到本月25号，但有关生产活动的限制预计将从下周起逐步放缓。目前，意大利仍处于全国封城状态，封城措施将至少持续到本月13号。意大利政府将在听取专家的意见后，就是否将逐步解除管控措施适时作出决定。当地民调机构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76%的意大利人对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有5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意大利抗击疫情的帮助最大。巴黎市政府和巴黎警察局七号共同发布新闻公报，宣布由于巴黎人在执行禁足令上过于松懈，8号起禁止一切个人在白天进行户外体育运动。除了宣布升级管控措施之外，法国医学权威机构近日就建议普通民众戴口罩预防疫情。巴黎近郊的索镇将从8号要求10岁以上的市民外出必须戴口罩，如果没有口罩，也需要用围巾等遮住口鼻，违者罚款38欧元。此外，尼斯等法国多个城市也表示将强制要求居民外出时佩戴口罩。七号，正在代行首相职责的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新冠肺炎疫情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依然在重症监护室，但目前身体状况良好，病情稳定，接受了常规的吸氧治疗，没有使用呼吸机或无创呼吸支持等。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通过数据表格展示，政府目前所采取的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看起来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接下来关注亚洲的疫情防控情况。近日，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加速蔓延的迹象。在日本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后，日本相关地方政府8号开始商讨具体政策。伊朗则是继续采取措施应对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当地时间7号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东京都、大阪府等7个都府县进入紧急状态。8号上午，这7个都府县的知事召开视频会议，根据各自当地的疫情形势商讨在本地区出台的具体政策。其中，疫情最为严重的东京都方面，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将严格要求东京都居民停止外出，在职人员居家办公。此外，为应对患者数量不断增加的状况，东京都方面已从7号开始安排已经住院的新冠肺炎轻症患者转至酒店隔离，将病床留给重症患者。在伊朗，为了缓解医疗物资短缺的现状，当地相关部门利用一些空间足够的历史建筑、宗教场所等生产口罩等医疗物资，有不少志愿者加入其中。对于美国方面近日再度声称，如果伊朗提出要求，美国可以帮助伊朗应对疫情，伊朗外长扎里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重申，伊朗不需要美国的施舍，美国应该做的是停止对伊朗的制裁。在拉美，新冠肺炎疫情也在持续蔓延，多国继续采取措施应对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7号，在拉美疫情最重的巴西，确诊病例超过13000例。巴西卫生部方面称，该国相关防控医疗物资依然短缺，面临严重的问题。此外，有巴西专家担忧，在巴西当前疫情形势下，该国6号公布的分级隔离措施可能会导致疫情加重。该措施允许部分州和城市可以依照当地疫情形势适当放松隔离措施。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七号视察了位于首都郊区的阿根廷科技园，该园区将会被改建为阿根廷最大的新冠肺炎临时医院，预计安置2500张病床，用于接收轻症患者。当地时间七号，玻利维亚西部一个城市的市长因涉嫌违反防疫措施，在当前疫情防控期间批准集会活动，被警方逮捕。据当地媒体报道，相关活动持续了四天，包括当地民众以及来自秘鲁和智利的数百人参加。该市已出现多例确诊病例。哥伦比亚总统杜克七号表示，政府决定延长全国强制隔离政策，各级学校需要做好持续网络授课的准备。智利卫生部七号公布，自4月8号起，民众乘坐地铁、火车、公交车、飞机、轮船、出租车等交通工具时，必须佩戴口罩。现在全球大量体育赛事处于停摆状态，但是运动员也不闲着，正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继续参赛。在比利时举行的一场虚拟现实自行车赛，12名参赛者在网上展开激烈的对抗，并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在这场虚拟现实铁人三项赛当中，运动员不用担心长途跋涉或在事故当中受伤。此外，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也正通过虚拟现实举行。来看俄罗斯，在家隔离的人们同样被激发了创意，看看他们在家怎么玩。在隔离状态之下，人们开始在家玩起了各种快闪，如模仿世界名画中的人物和场景，模仿蜘蛛侠的特技，还有知名的演员发布洗手视频，在家参与音乐会等等。他们或独自模仿，或者是几人组团，试图通过类似举动缓解疫情给人们造成的恐惧，顺利度过这段时光。当地时间七号，世界多地民众都观赏到了超级月亮的美景。有报道称，本次超级月亮是今年最大最圆的一次超级月亮。在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俄罗斯莫斯科、阿联酋迪拜、印度新德里等地，又大又圆的月亮出现在夜空中，晶莹饱满，在各国不同风格建筑的映衬下更有韵味。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城市实施了管控措施，很多人在家中的阳台上欣赏超级月亮，也有一些民众在户外空旷的地方欣赏月色，拍照留念。据了解，超级月亮指的是月球位于近地点时刚好出现满月，因此看起来更大更圆。月亮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运转过程中，最近时约为35万千米，最远时约为40万千米，因此从地球上望去就有了大月亮和小月亮之分。再来关注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你到底是谁？思念人生，踏步前行。快跑！张若昀、王鸥、孙艺洲领衔主演精品年代谍战大剧。奇人异事，正义出击，每晚7点半，敬请收看《谍战深海之惊蛰》。长春多云转晴，12到0.1摄氏度。白城多云转晴，12到0.1度。松原晴，11到0.1度。四平多云转晴，11到0.2度。辽源多云，10到0.2度。吉林多云转晴，9到0.2度。通化多云，8到0.3度。白山多云转晴，5到0.4度。延吉晴，10到0.3度。长白山晴，10到0.3度。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点栏目录制现场门票的奖品。明天再见。